想袂到表姐的酒量这么歹着，无啉几杯也着醉啊！啊，对啦，那呢，你的报告是要安怎？你毋是爱请表姐来斗相共？先回去困一下啦。啊，报告的代志哦，头拄我食饭的时阵已经请教过学长了，无问题。明仔载看我的表现。我敢讲，真正是袂歹，你对你家己真正足有自信的哦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敢是你的手机啊在震动？我看一下。是我的梦到了。孩子，一直没跟三妮报备，等回来房间才给她好。是什么人打电话给你？你怎么都不接电话？无啦，是阮妈啦，伊一定是打电话来，要提醒我爱买一挂伊来的鸭肠，啊，去用牛舌面顿去。其实哦，我早就买好，而且搁买真济，准备哦要分你一挂，你早顿去，我到厝边食。真正叫做谢你的，我会甲阮爸讲，是去买哦。佩佩，你啉酒醉啊？你的房间伫遮呢？我知影啊。也唔过，我今麦阁无想要睏，咱去泡温泉好不好？小姐，啊你袂记哩啊，喝酒不能泡温泉，啊那无心中是袂干净。哦，对吼，我拢袂记着。有你这种医生男朋友真正足好诶，啥物代志拢替我考虑着啊。那无安尼好啊，我去你的房间开讲好不好？拄则伫咧聚餐，你有讲着杰普塔迪的代志。我就想要知影，你讲给我听好不好？行啦。安尼敢好？你敢唔惊别人会讲伊阿话？我拢无咧惊，你是咧惊啥？是毋是我太主动啊？所以你感觉我足随便的？啊，是因为我的身份的关系，所以让你有压力？若是是安尼，我会调整我家己的步调。一透早就去宜兰参加研习会，到阵一通电话拢无，打电话给伊嘛不接，到底是咧创啥啦？问阿叔好啊。你在睡啊？歹势，该吵着啊！珊妮啊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我啉淡薄仔酒，煞睏去。你找我啥物代志啊？你敢知影陈玉兰走去东啊？伊讲研习会结束，敲电话给我，啊，不过到今连一通电话拢无，我足烦恼的呢。陈玉，即摆已经九点外呢，伊应该已经在睏啊啦。啊，研讨会结束以后吼，阮大家有啉淡薄仔酒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不过昨昏足聪明的啊，伊袂唔接电话。阿嫂，敢会当拜托你替我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好啦，无我去伊房间看卖，
你免烦恼啦，应该无啥物代志啊。好啊，多谢你啊，嫂。那安尼你看到展宇，一定要叫伊打电话给我。嗯，拜拜。我嘛在，敢会是善妮找不着我，为台北走来找我？我四小姐啦，你刚困啊？稍等我一下。四小姐若是回来，看到佩佩伫我的房间，一定会把我甲善妮的代志讲出来。我要安怎解释才好？我先去面听，我绝对袂当让阮家己知影我伫个车。若无让阮爸知影，我就惨啊，嘛影响着你的前途。有哪无？展宇，是安怎事？无啦，我伫穿衫。太谢，我只有零星坐下困去啊。啊，真是要解释我什么代志？无啦，阿都三年打电话讲哦，已经找你足久啊，阿伊拢无接你电话啦。啊，是哦。可能哦，头拄啊开会开几工啊，手机关震动，我听到了。啊，等来都你都困去啊，我等你卡好伊。你还会记得回一个电话给三年呢，莫让伊烦恼。我知影。对啦，我想起来啊，啊，你下晡不是讲叫我看一个啊，你明仔要上台报告的物件，无咱先放先讲啦吼。小姐，我想哦，恁干嘛忝啊？头拄啊嘛认真济，啊报告的代志哦，我头拄有请教过学长，问题已经解决啦。啊，那报告我稍等下解决就好。报告无问题就好啊。无你嘛较早睏的啦，爱记得回一个电话三年哦、喔。我知影。晚安。晚安。啊、哦！哎，我惊一个，我阁两叔公伊会走入来。是啊，好佳哉，伊无入来。对啦，护理长找你有啥物代志？是安怎表姐爱你打电话给伊啊？我想应该是白班的问题，要找我讨论啦。不要紧啦，我传真简讯给伊就好。那安尼，我先去恁房间啊。你敢无要留来陪我？你毋是要赶报告？在我心里，你比什么都重要。